这片土地上曾收留过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，他伸出手拉着我保护我，才会产生犹太难民的后裔。感恩中国，感恩上海。就是在原来的建筑里面走，这里的楼梯、楼梯间都得到了很完好的保护，让这段历史能够活化，所以它的价值和作用是照片和这些文物史料所不能取代的。